从小我就给四岁的女儿洗脑，她是个画家，于是她疯狂地爱上了画画。我们只夸不教，她的画这张是我的最爱。平时工作有很多画画的工作，她可能看到我画把自己画，那我们就给她准备好工具就好了，教是不会教的。只夸不教嘛，类似这样的东西她有上百幅啊，几百幅啊，我现在只拿出来抄了一幅吧。可能会加入我自己的情感啊，理解。我问她是什么东西，他说他不知道，他就是这么画，一个个相当于我的灵感库，然后我觉得他真的画得很好。